陈继伟，你要比我还凶。他放不开，那我就大开特开，他会被我吓到。然后他发现，哎呦，这，那我也得开一下，所以他就开了。陈继伟，干嘛？老板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是这个样子。再来一次啊！现在不是生气啊，现在是拽，拽一点啊。陈欣威，干嘛 ？Yes。然后你做一个我怎么这么好看的表情？我没有什么。That's right。不要说，就是要那样。我怎么这么好？哪个就是没事没事，那个状态在唱到我呀，帅。我觉得喜爱姐姐她会让我比较放开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撒撒撒撒，别喊了。就是到了你的那个特写机位，你就可以嘿嘿。再有一种感觉，我把你的那个初恋男朋友抢走了，恨我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让我很有安全感。我不断的跟他输出，我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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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就在说自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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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一直就是这样搞他，就是他在我旁边一直说姐姐我害怕有自信，然后我就是屏蔽他。自信。施压，表情管理啊，这里。累也要坚持，我不累，我能跳。自信。没事。太好了，出道。我也有不自信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刚成团，然后网络上就有很多评价，上官喜爱怎么回事，是董事长从广场上选来的吗？那会让我开始怀疑自己。那段时间就是我很庆幸我身边有一群朋友，那种陪伴，那种信任，会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们会瘦，我们会瘦，瘦。对，奶奶，我们会瘦瘦。他们姐姐都很帮我，就是一直跟我说没关系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比较更放开一点。